那我是来自 Gorse Time Piece Easy Four 的小刚哦。那小刚就在这个槟城的这个 Gurnee 哦这一带这边哦。那就为大家做这个朋友们最想看的，也是最多最期待的这个街头采访哦。那今天跟之前就有一些不一样。那因为每一次问这个戴什么表做什么工，那你们看也会看闷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小刚就准备了两只表，那手上带了一只劳力士跟这个江诗丹顿 VC 的这个纵横四海啊，两只都是小刚自己的表。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到底在现实中啊，这些男生跟女生认不认识这两个品牌？那哪一个品牌比较多人认识？然后他们会不会念这两个品牌的这个名称哦？那祝小刚好运，所以我们回头再见。美女，问你一点东西可以吗？什么问题？问什么啊？就问你关于手表的问题。OK。OK 啊。那你认不认识我手上这只表？不认识。不认识。那我这一只呢？认识。认识啊。那我手上这一只叫什么名啊 ？Rolex。Rolex。OK。那这一只呢？不知道。那这两只你比较喜欢哪一只啊？肯定是有名啊。就是这一个 Rolex。非常好。那其实这一只会贵过这一只哦？为什么？不用紧，为什么？因为就贵过了。OK， 没关系。你做什么工啊？我卖衣服跟保险。Sorry， 卖什么？卖衣服。衣服跟保险，什么保险公司做工 ？HLA 在哪里？槟城。槟城啊，好。那朋友们，买保险可以找他。好，谢谢你，拜拜。帅哥美女，问你们一点问题可以吗？啊，可以可以。可以啊，真的没有。真的。问一问你们，认不认识我手上的这两只表？啊，你来看一下我手上这一只。这一只。看了吗？可不可以看一下啊？啊，不好意思，看不清楚。OK。不是很认识。手上这一只。这一只啊，这个就认识。哦，是啊。OK， 这样你可以讲一下我手上这一只的表啊。名字你懂不懂？还是你不认识？我不认识哈，比起你手上另一只的，我就比较认识。这另一只这一只是什么名啊？啊 ，Rolex 啊。Rolex， OK， 所以你不懂这一只啊。啊 ，OK， 不要。那这两只你会喜欢哪一只啊？这两只的话，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要看场合。场合是说选一只你喜欢，只可以选一只。只可以选一只啊。这样的话我会比较喜欢你哪一只？这个 Rolex 非常好，谢谢你的答案。那你是做什么工的？我是设计师。设计师啊，在哪里做工？在 Vitrox。喂，哪里啊？工厂。工厂啊 ，Vitrox 啊，在槟城啊。在板桥。好，那喜欢想设计的朋友们，找这位帅哥了。好，谢谢你们，拜拜。谢谢。拜拜。小姐，问你一点东西可以吗？可以啊。就关于手表的问题。OK 啊。我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会手表，不用紧。那你看一看我手上这一只表 ，OK， 嗯哼，你懂叫什么名吗？或是你认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啊？嗯。那你再看一看我手上这一只表 ，OK， 认识。认识啊？这个叫什么名 ？Rolex。Rolex。对。所以这一个你就不认识？不认识。不 ，OK， 没有关系。那这两只你比较喜欢哪一只 ？Rolex。Rolex。对。好，谢谢你的答案。你做什么工的？我是做 sales 的。sales 啊，什么 sales 啊？就是 snack company 的。snack company， 对对 OK， 在哪里做工啊？在 KL。KL OK， 同乡哦，我们江远来到哥尼，小刚来到槟城，我、哦、也会遇到哦，来自 KL 的朋友，那很高兴认识你。OK， 拜拜，谢谢你啊。美女，问你们一点问题可以吗？关于手表的问题。Okay. 就想问一下你认不认识我手上戴的这只表。Rolex 什么来的？认识就认识，不认识就问什么？不认识哎。不懂。那不用紧，那这一只。Rolex 很明显啊，很明显，那个也是 Rolex。Rolex。OK， 所以你不知道这一只是什么表，对吧？不。OK， 不用紧，好，没关系。那你是做什么工的 ？Property。Property， 那你也是做 Property？ 在哪里做 Property 啊？槟城这边好，那什么公司啊？海发。Sorry，
Actfast Properties。Actfast Property 啊，对不起，我会放在里面。那推文，哦，想找 Property 可以找这两位美女。好，谢谢你们，拜拜。谢谢，拜拜。小姐，小姐，问你一点问题可以吗？可以啊，什么？可以啊，关于手表的问题，就想问一下你认不认识我手上这一只表？给你看一下，懂是什么表吗？什么表啊？就你念得出这个牌子吗？念不出，太小了，没关系。那我手上这一只呢？应该懂吧？这个懂吗？好，那这一只是什么表啊？ Rolex 吧。Rolex， 所以这个你会读 Rolex， 这一个就不知道。太小了，非常好，没关系。那这一只跟这一只，你比较喜欢哪一只？这一只跟这一只啊，外表看这个比较年轻哦，这个比较老气吧。没有，但如果你选一个，你会选哪一只啊？之前的话拿来应该是那一只吧。哦、OK， 就你会选这个啦 ，Rolex。好，那你做什么工啊？我现在失业。失业啊？哦、你本来是做什么工啊？本来也是游手好闲啊，游手好闲，对不起，朋友们，老板们有哪个想请他的，哇，这位美女，好，记得可以找他，谢谢你，拜拜。OK。